还有礼物来，哎呦，这个就是20岁的礼物，再珍贵的物品也比不上有关青春和梦想的记忆。来，哇，哦，这好多照片哎，是烽火海啊，天华哥，烽火海，哇哇，你真的，哎呀，学习的吧？我在放在家里，我也有这个照片。他一拿出来的时候，我马上就认得出。我为什么进那个圈，也是因为谢天华。哇，那个时候我们还在跳舞，然后他是接了个案子，就帮那个叶倩文拍的一首歌。那个时候20几岁了，哎，私下了，哎呀，我唱歌不行啊。就不唱私下了，搞不好有另外一边天出来啊，随便的，就拿麦克风就伴舞，结果办完那首歌之后就没什么下文，就结束，就以为这个可以出道，结果也出不了道，就还要继续跳舞。对，那个时候几乎是有人找他跳左，我就跳右；有人找我跳右，又肯定有人找他跳左。我们两个通常都是一起。所以我跟天华是很这么多年都非常互相的很 support 对方那种，他也算是我伯乐吧，也算挺有眼光啊。